天妇罗呀，哎呀，天妇罗不知道吃，现在有点想吃东西。哎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哎呀，没砸到！现在，赖我，是我一锤。怎么打野？哎呀！点炎好像没什么必要，刚才的伤害绝对差一手点炎的直接伤害，点炎一定是有必要的，别来个布甲去。拽，让你拽。让你拽，你都打不过。这饕餮大一个单体 Q，
乌鸦老叫什么？怎么每回来你都搁这打哈哈吧呢？这都不上来拉我啊，反正你拉我我就拉你。啥呀？不想活了就直说，你他妈咋的你？看你的了，谁来了？熬夜波比啊，三步一回头，等着他大我。你打不过我呀？那我们不无敌了吗？也拉拉羊的魔力礼包。给我了吧。
unstoppable.他要干啥呀？到底他要打能量啊？打能量，你可挺会找人打呀！你敢找我打能量？有点吓人，完了，打了一下防御塔，对不起哥，我错了，出来的挺快呀。值钱了，值钱了，并且带着一个蓝 buff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没事，被我点烟了。哎呀，怎么老要来我这儿啊？你俩能打过我？硬来呀！谁家一队呀？嗨呀！
雨点凡。主要还是因为他有点盐，但是没点盐也没事。来个反甲，我就说我每回上了你就在这打他吗？鱿鱼丝儿呢都没了，你知道我为啥选铁男吗？就因为打你的鱿鱼丝儿。算了算了，气儿你怎这都没拽着，我操我操，走不动道啊。发鱿鱼好，来个振奋吧，没什么魔抗性。鱿鱼指定得往我这儿跑，不是就这个鱿鱼还用这老些人抓他呀？不至于吧？